哟，来，飞哥。没啊，上回他妈吃那味儿还不跑了呢。没啊，别抢了，这是自己的呀，是自己的呀。牛肉丸子面在很多临汾人心中地位是不可撼动的，吃丸子面也是好多朋友。回到临汾的第一件事，还有好多在外地吃不到牛肉丸子面的，也会让自己的朋友几针空着过去。这期就给在外面工作上学的临汾粉丝们看看解解馋。哟，这骨髓是真好，再来一块上海的吊炉，来点葱姜，随着的分天先泡了炉子水，再炸点牛肉丸子，两勺咸盐，十三香一勺，花椒面一大勺，少来点花椒酒，来上两三果鸡蛋，再来点姜末。开始炸牛肉丸子，油温五成热，开始炸牛肉丸子。炸得响，全是火。用牛油炼个料油，完了做个牛油辣椒油。炸的，炸的差不多了，放花椒、大料，少来点干辣椒。啊，开始。辣椒粉，咱们这个辣椒粉还是上次那个辣椒粉啊。老雷，你不是忘记相机了？咱上一回见面还是上一回的。哎呀，你在这能把筷子掉掉吗？你快点，下吧。下，来后边吧。能看着吗你？哎呀，别洗。哇，你真有劲啊！你来了吗？脖子高啊？脖子高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呢？面真美。煮上七分熟，捞出来过凉。过凉之后控水，来点油帮它拌匀，这样就吃不完，放在一块能好存放也不粘。先做个干拌的芝麻酱，来上三勺花生酱，来一勺牛油辣椒面，来上三勺，搅拌均匀。咔，好了，骨头弄出来。今天给大家说一下啊，味噌鸡粉、胡椒粉、五香粉、咖喱粉，还有十八种香料粉，咖喱头。冷却凝固后的牛油辣椒放两勺，牛肉丸子面放入炸好的丸子，就是这个独特味儿，走出来。
啥差点把你摔到这掏了呀啥的呀，因为我是个浪漫的那些人，来点蒜苗，来点葱花，是吧，来点香菜，喜欢的啊，这个是该卖的啊。 OK， 没了没了没了，该卖的你搞。哎，干饭哟，干饭的呀，吃完这面不吃饭可不行，吃面还是端着吃，有时候脱了。你叫什么干饭的？呀，咱们换一下吧。也不。哎，把你面喝了吗？哟，那个吃着呢。就这两块，姑娘，我试一摔。太过了呀，丫丫。能不能啊你？这家赶紧掏那个豆芽籽的。是吧，不再弄一碗香肉吗？要要要，多点点，多点点吃，再给我加份面。再来一块干掰的，第二碗啊，开动。我很忙的，咱们直接做证据吧。你有房子吗？斧子。哎，这都送过来。那算了吧，就这么大。队长好。队长。近期咱们业主都在关注学校什么时候盖呢？通知过程过，马上建一所，就叫普通学校，6月份准时动工。飞哥，那你平时开什么车呀？这边全是玻璃。那我以后不想打扫卫生，不想做饭怎么办？这可是属于我的个人运用厨师。指导好，今天吃什么菜系？吃什么菜系？吃浪漫菜系。都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飞总，请用餐。美女，请用餐。吃吃吃，都是自己的。飞总，哎好。美女，祝你用餐愉快。怎么样？飞哥，我愿意。你问我愿意了没有？阿南，不要了，看到这伙。当我松开你的手。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？除了英俊，其他没什么好说的。笑着呢。飞哥，飞哥，飞哥，麦芯烤的快点，快点，脱手烤，快快快！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？除了英俊，其他没什么好说的。笑着呢。然后不是飞哥。那小兄弟在这里烤，起来。哎呀，我这天烤，真是真好，别好，这好烤啊！你烤挺长时间，呀，这还不香啊？大样，特别鲜。啪，那就起来那边的，老板，再给我拿一筐子。老板多少钱呢？345。345。走，回走。这边是好烤不香，给你好好补。哎行，嘿，来飞哥，金毛实现生蚝自由啊！哎，我直接飞，在这个上飞，拿完袋子的，先给他直接弄进来的生腌的，不吃，看我的，给我抓紧，快全整了。咱们先做一个生腌的，香芹、小葱、小米辣、蒜蓉、香菜、生姜、柠檬片、鱼露、香油、生抽、出汁蒸鸡尾、白糖。冷藏20分钟啊！咸口的沙拉酱，然后蜂蜜芥末酱，秘密佐料，切好的芝士丁。哎，来来来，飞哥，你站个下。来来来，我也要整的，我也要整的。来来来来来。
吗？不行，有人打来了，有人打。这个用蒜蓉剁椒酱蒸。哎，上下250度，烤10分钟。来了，上气蒸8分钟。来，开锅。哇，开盖。来，飞哥，你的最爱，真美，没那么美吧？吃吃吃吃吃，嗯，好吃，我来吃烤的，嗯，啊，正死了，来，我来吃蒸的，嗯，没那么美，啊，直接烤的。啊，豆腐，啊，哎呀，直接脱，哎呦，等脱，嗯，坐在吃吧，不用摘，吃完的时间很高，自由，我有点，兄弟，美不美？美。